儿子不孝，不能给你养老送终了。趁年轻，再找一个吧。妈的事儿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张扬是个值得托付的人。我都想好了，打今儿起，咱俩各论各的。我管你叫哥，你管我叫爸。哥找什么呢？爸帮你找找啊。我别进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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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！别！别！进来！进来！我进来！不许这样对你张叔叔！